that's a good strategy. 一架旅游巴士在纽约州发生意外，导致两死三十五人受伤。太空穿梭机亚特兰蒂斯号离开国际太空站，准备作最后的旅程返回地球。杀婴案罪名不成立的海西安东尼从监狱获释，大群记者和示威者到场。加克萨斯州野火蔓延，十三个州已经发出防火警报。洛杉矶关闭公路主要路段，民众事前预期的塞车末日未有发生，交通反而异常畅通。英勇的小狗帕高追赶武装贼人至商店之外。